请问陈老师做自己的本业多久了呢？我本业是一个杂技演员和杂技导演，从9岁入行到现在有41年了。陈老师，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使用碧波亭呢？因为我是一个领有证照的美容师，本身呢就有中医的基础，所以知道身体的循环跟疏通对身体的重要性。我以前都是用手直接做按摩和推拿，在体验之后觉得仪器能替代双手，相当的好用。加上常年的杂技表演的生涯，让我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小酸痛，所以在多方的考量之下，我就购买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平日在家里面做护理保养，我觉得非常好用，非常方便。陈老师，你是否有让身边的人体验碧波亭按摩仪？那他们体验后有什么感受呢？当然有，我常常为身边的人体验我们的仪器，大家都觉得很有，尤其在疏通效果方面非常有感觉，而且可以改善很多的亚健康的状况。碧波亭对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碧波亭对我来说呢，就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开启了另外一条道路，因为有了它，我才真正开始的去研习中医的理论跟调理的原理，也因此在大陆考到了中医高级经络师的证照。我用我们的仪器呢，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很好的健康。太多真实的经历让我对我们的仪器非常非常的有信心。在未来我的人生道路上，碧波亭是必不可少的哦。